今天是7月29号早上的7点，这里是吉安房车营地，我暂时把它称为房车村。我不是村里啊，卖菜的卖水果的都有啊。这个房车村我暂时把它称为5个村民组，这是第一村民组，我这里是第二村民组啊。你看这里都有卖菜的啊，你们辛苦了，提供我们方便是吧。哦，这里卖水果是吧？哎，卖水果。哦，好。这边是第三村民组，村头还有啊，这边还有很多房车。这边是第四村民组，这边是第五村民组。走进房车村，我们来看一看房车村这个人民的生活啊是什么样子，很惬意啊。这一家老小啊，你们我啊，早饭吃了吗？没有呢，还没吃是吧？坐着呢。哦，坐着呢。啊，对对对，房车村是用电无忧啊。这边营地啊，水专门有供应的水，然后这个营地啊，后勤保障有力啊。这个都是为这个房车村啊，房车后勤保障，冰啤酒都有啊，充气啥都有，太阳能车子维修。哎，李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后勤保障啊，李总。这个你们这保障有哪些保障？为大伙提供免费服务，那个节水管，去会有免费找路人力，还有啤酒，放煤气罐，不还有修车吗？修车。哎呀，太好，全方位。这个房车村有你啊，就方便多了。啊，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是吧？哎，哎，好，那你忙。啊，哎哎哎。在这里用水也很方便啊，这里是食用水啊，非常方便。房车村后面还有一个公园，早上我们村里很多人在这里面锻炼，都锻炼回来了，买菜去了吧？买菜去了。哦，正从这里走过去是吧？正好找事儿。哦，现在还有吗？有。好。哦，穿过啊这个公园，前面就能买到菜，大概2公里不到吧，在这个林间小道上走一走。今天啊，这个晴天啊，可能时间不会长。预报今天还是有雨。骑马弯弓射箭，这公园很大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这边是马路，前面3.5公里通向市里。房车营地啊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有这个公园才有房车营地，还是因为有房车营地才有这个公园。这个公园和房车营地是连在一起。这个公园导航位置吉林省吉安市五流园。房车营地，这个营地啊是免费的，不收钱，有水有电。像这样的房车营地啊，可以说啊，在全国难找，它起码30块钱、50块钱应该是能收到的。吉安市依山傍水，紧邻鸭绿江，致力于打造绿色城市、生态城市、旅游城市的理念。对旅游旅行者和当地居民来说，全国如果多一点像吉安市这样子，为民着想。为民服务，我走了很多城市，市区免费停车好像还是很少很少，在吉安几乎是停车场全免，不收费哦。包括这边的房车营地，这边的房车营地不止一家哦，还有，全是免费哦，有电有水，你看搞得这么好，这边都是公园，这在我过去啊旅行这么长时间啊没遇见过，后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遇见到，但是我觉得吉安。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方便啊，卖菜的卖水果的都有。现在331很多地方都封路了，这里的房车很多都是走331，现在全部滞留在这里，有100多辆，没办法，在这里只能是喝喝茶了。鸭绿江离这边也很近哦，好像江边都拉了警戒线。后面的行程啊，我一个是听听他们的意见，撤退我是不会撤退的啊。这个有太阳就是好啊，家家户户都在晒被子，我要把被子给晒一晒。
电单给洗衣机搅一搅。被单也洗好了，是吧？被子也晒好了，这段时间天天下雨，再晒一下，是吧？能舒服一点。被子、被单、枕头全晒了，中饭也吃了，这边有太阳了，直接到房间里面。在北方就这点好，再大的太阳，只要有阴凉的地方，它都不热。就在这地板上睡一下吧。这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一杯茶，一个烟灰缸，有门面窗户啊。就这样，休息会儿啊，中午。中午睡了一觉，那边炒西菜太热了，把车头掉了一遍。这边朝东啊。明天上午这边有点太阳，明天可能要下雨了啊。烧饭了，晚上烧个鱼，烧个青菜哦。这个是当地的鱼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起锅烧油啊。哎，把这个鱼请进去。锅有点小了。先煎尾巴，再煎头。锅有点小啊，还有去腥，生抽、老抽、生姜、蒜子、辣椒，加水，盖上锅盖。今天可以啊，干了很多事情啊，被子、电单都洗了，内部卫生都搞干净了。这段时间都下雨啊，这被子洗洗、晒一晒啊，这睡也舒服啊。房车村也热闹啊，家家户户都在烧饭。这是我隔壁邻居。饭了，二十二十万了。喝瓶啤酒是吧？喝瓶啤的。白的不喝吗？白的不喝。啤酒能喝一瓶。对对，好，就这样好嘛，是吧？对。哎，我隔壁邻居老哥，有没有喝酒啊？喝了，喝了。那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就要这样的感觉嘛，是吧？对。好，你慢喝啊。好嘞。你看他们都惬意，搞两个小菜，喝点小酒，这户外要的就是这样。这不喝酒，户外还有灵魂吗？是吧？再炒个青菜啊！我这鱼差不多好了，这个盘子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，看看啊。好了啊，站起来啊，起锅。好的，完美。差不多了。好好好，就两个菜啊，开整了。今天有点热，本来我打算搞个西红柿鸡蛋汤，喝点白酒。今天是白酒，就搞一杯意思一下。冰啤，好几天没喝冰啤了，下雨啊，天有点凉。今天终于天晴了啊，有点热。这个鱼是当地的鱼，我也没吃过，很肥，没有鱼鳞，试看啥味道啊？哇，这个鱼很嫩，好像没什么刺哦。味道不错，干点啊。哇，冰镇啤酒喝的舒服。哎，这个鱼啊，第一次吃，应该不是养不养鱼啊，养应该也是进补的吧。就是一杯白酒，把整条，来张一碗吧，敬你们。在房车村住了，昨天过来的啊，今天是第二天了。房车村的人很多啊，我住在村口，这里面是村庄里面。好多村民也在喝酒啊！哎，张一碗吧，这里买。饭也不吃了，
啊，收拾一下，晚安，好好计划一下，再这么继续待下去，这个地方太安逸，把我的意志都消磨掉了。我一定要计划一下啊，把临江这一块打造掉，继续走331边境线。好，收拾一下啊。我们房车村啊，也不是万家灯火，因为这个我们的电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很多村民啊，把灯都是关掉的。这个遮阳棚也把它收起来，怕晚上有风啊。这个遮阳棚是最怕风哦。房车村啊，很多人都是要走331边境线，现在他们都在讨论。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关键是什么呢？是临江这一段，我绕开临江这一段，再到331。明天我计划呢，从这里上高速到清河，再走国道到通化，再从通化上高速到白山，进入331。所以说吉安是个好地方，这里很安逸。但是我这次到东北来，主要是要走331边境线。目前我的计划就是这样，后面还要看实际情况再调整。晚上我就把视频剪一下，然后明天早上尽量走早一点。战友们，我们就明天见了。